各位，第一位分享者是我们的婉玲。谁是婉玲？老实说，我也是今天第一次认识她，所以其实我没有办法介绍她，我只能跟大家讲无名的星体计划。我们这一次的焦点很特别，我们会有 opening show， 所以我们用一个掌声来欢迎我们的 Lydia 婉玲。
麦克风就开始算了。大家好，那我 PowerPoint 要怎么出来？这第二章太快破梗了啦。谢谢。大家好，我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一个忧郁症的关怀展演——无名轻体计划。那我是发起人 Lydia。我其实因为自己对。就是艺术方面就是都很有兴趣，不光只是舞蹈，就是各种领域方面的艺术。所以我常常问一个问题，就是艺术能不能改变世界呢？就是对齁，这样没错，声音好像有点小声，是那个 PowerPoint 的声音，好，没关系。那这一个想法呢，其实从一个故事开始。那大家刚刚看影片，可能多少有一点了解，或是刚刚大家可能有看到我朋友的一些作品，他叫做吴东颖。那他其实现在已经不在是这个世界上了。他曾经在网志上面留过这样的一句话，他说：“我只要知道画画自己的画，
就这样就够了，够难了，够幸福了。其实他一直就是在一个忧郁症当中，为这个疾病上面受到很多的就是一个生命上还有情绪上挑战。但是他从小就有一个梦想，就是想要成为一个画家，而且他非常的执着在这个练习上面。刚刚大家就是手上翻的那一本速写本，对，因为可能比较早进来的人应该都有翻到过，那个是他平常就是只是随手就是带在身上，然后就是随时就是看到他觉得还不错的地方他就停在那边，然后就开始练习。所以他非常的认真，他也不是本科系出身的，可是他就是因为觉得自己非常的爱画画，所以他就是一直往这个方向努力。那他也考上了美术的研究所，但是他没有机会去念，那完全就是因为这个疾病的关系。那他的画笔就从此就尘封了，但是呢，在他的每一个笔触里面，我们都看到就是那些都是他努力的痕迹。虽然他有这个疾病，虽然他好像没有战胜，那我们后来去他家里面就看到很多像这样子，就是画布啊，他就只是把它晾在那个衣架上，或是有很多的画堆在角落里面，那我们就觉得非常的可惜，所以就开始有了想要发表他作品的想法。因为这些作品从来就没有正式的公开发表过。那我们来看，就是一些他的作品，这是画一个原野的一个油画的写生，太快。然后这是一幅蜡笔画，是全开的蜡笔画作，还蛮特别的。然后他有时候都有记下一些他当时候的心情。这是画他的家门口，然后这是一个临摹的作品，画的是西斯里的画作。啊，这是他的自画像，他有蛮多自画像的作品。啊，这是画台大的校园，是一幅水彩。然后这就是比较是速写式的作品，就是刚刚大家手上可能有翻过的那一类。那其实速写类的作品，我觉得就是他的速写还蛮有特色的，他的笔触就是有一种很自由奔放的感觉。那到后来呢，没想到有一天我也中了这一个比乐透还大的奖，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大的奖，就是忧郁症。我才真的去体会到说，原来忧郁症是有哪一些症状，原来是这么样的辛苦。譬如说，就是有一些很不能控制的负面的想法，可是那个真的不是我自己想要这么想的，就是有一个好像有一个声音一直在告诉你一样，那真的不是我的个性。而且要不然就是怎么样都睡不着，刚才有一个失眠的治疗嘛，怎么样都睡不着，要不然就是怎么样都很想睡，那个想睡是嗜睡，就是不是我们一般的那种爱困而已，就是你在跟人家讲话的时候你都快要睡着，那非常的非常的辛苦，或者是随时都一直在头晕头痛的状态啊。所以其实生活是会被瘫痪掉的，工作上都会有困难。于是呢，因为这样子的体验，但是因为我的忧郁症后来好了，感谢主，就是上帝医治了我，所以我就有了一个这样子的理想，就是结合艺术还有为忧郁症发声，就形成了这一个无名星体计划。所以艺术能不能改变世界呢？我们相信只要艺术加上爱，就可以开始产生改变的力量，只要从一个念头开始就好了。我们现在还只是一个很小的团体，其实我们核心的策展人员呢只有两个人，就是我和另外一个美术设计。然后但是很感谢，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慢慢聚集很多力量，包括刚才的陈慧，她也是我的就是行政的一个团队的团员。但我们的梦想并不小，就是我们希望就是有更多人可以真正的去了解忧郁症人的需要，然后给他们同理心的关怀，那社会的氛围变得更友善，就可以帮助更多的人去走出忧郁症的阴霾。那所谓的这个同理心到底指的是什么呢？当我们在疾病当中的时候，我们其实常常听到有人跟我们讲这样子的话啊，你想太多了啦，啊，你就是要多感恩就好了，你是不够感恩不知足啊，你过太爽了，是你去那个非洲看看难民你就不会忧郁了等等，说不定就是我们自己都有说过这样子的话。但是对忧郁症的人来说，你知道这些话对他们来说可能都是一个好像雪上加霜的力量，他们可能听到这些话以后回家可能就是又哭了一个晚上，或是又睡不着，要重新再掉到谷底然后再重新爬起来一次。很多人说忧郁症是新的感冒，那你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呢，很像在对一个感冒的人说，拜托你不要流鼻水，拜托不要再咳了，不要再咳了好吗，那真的有一点吵之类的。你不会去跟感冒人讲这样子的话吗？因为这些其实是忧郁症的一个症状，而不是它的原因。很多人都觉得
这是原因，但是其实它是一个症状，所以我们希望就是帮助忧郁症的人替他们发声。而且一般的人其实你就算觉得好像说什么都不对，好像帮不上嘛，但是其实你可以倾听他们，你也可以帮他们看见，其实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小小的星体，他们都是会发光的，因为每一个人其实都有属于他的光，只是忧郁症人他们的光被这个疾病盖住了。那这是我们第一次的展演，是以东瀛的画作做一个个展，然后结合刚才的大家看到的那个演出，虽然卡住了，所以只有看到一部分。那这是我们测就是在那个布展的过程还有展场的一个情形。对，这也是展场，那中间就是也是它很有代表性的一个画作。那这是我们布置一个角落，就是重现他的一个工作室的一个景象，让大家可以就是在里面留言啊，或是体会一下就是作者在那边画画啊等等的感觉。好，这是一个留言板，它是蛮特别的，它一边呢是让忧郁症人留，一边是让一般的人留的，一边叫做别对忧郁症的人说，一边叫做想对忧郁症的人说。所以忧郁症的人他们不想听的话，他们就会留在右边，那一般人如果想要鼓励就会放在左边。那大家看到左边的这两张便条呢，它各自是出现在左右不同边的，所以我们发现说，哎，那个是什么东西啊？那是计时吗？两边出现一样的，我现在才注意到，哎，两边出现一样留言，所以表示我们真的对忧郁症不是很了解。这是秒数吗？是啊，剩下秒数，安妮，你怎么没告诉我？好，来，就快速看一下留言。那这是一些网友他们的就是回馈，哦，好紧张哦。好，就我们下一站的展演《雾声章》就在下个月6月15号开始，有吴东颖的作品，盛正德，还有张鹏杰，两位都是比较资深的艺术家，还有加上我的舞团 Jasmine 的一个现场一个快闪的即兴的演出，那欢迎大家一起来走进这个被疾病掩盖的花园，然后一起参与我们用艺术加爱改变世界，这是我们的网页，那欢迎大家上来支持我们或是赞助我们，我们到时候也会放上 Flying V， 欢迎大家支持，谢谢。